此时有一个男生就出来就跟着我，你在干嘛的？然后我说没干嘛，没什么干嘛。你为什么要拍我的？说我是戴着头盔的，他也是拍的不错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没有，我就觉得他穿的衣服挺好看的，你给我上架那个视频，你给我上架。然后我就默默的拿出手机，然后让他看，好吧，我就把那个视频上架了。但是我现在看的想撕碎他，永远是我追星道路上的绊脚石。真是太搞笑了，为粉丝的男朋友默哀一下。2月4日，陈伟霆在节目上自曝在滑雪时偶遇了一个穿自己品牌衣服的女生，于是拍了她的背影想发文感谢一下，不料被对方男友误认成偷拍狂，毫不客气的让她当场删除了视频。不得不说，陈伟霆真的是很接地气的明星，之前被粉丝拒绝握手，现在又被粉丝男朋友要求删除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听着那位女粉丝咆哮的声音，估计错失了一个亿的感觉。不过这样充满正义感的直男真是最佳护花使者，下次陈伟霆拍照时还是和别人商量一下吧，万一被打就惨了。